覺得我很幸運，因為我們創業的時候，我們遇到一個移動互聯網這個風口，我們 CEO 雷軍即有一 個名言，就是如果你找到颱風後豬都會飛。 OK，我們當時 我覺得創業成功你可以說要需要很多努力，很 多血汗。 OK，但是其實到最後運氣也很重要，運氣在於我們遇到適合我們的風口。